现在呢是6胜0负。哦，职业经验非常丰富，非常值得期待今天的比赛会是什么样的结果。漂亮，可以看到菲律宾选手。哦，漂亮，不愧是大战过10个回合的选手。哦，对，菲律宾选手马坎多尼呢，最好的业余成绩拿到过世锦赛。啊，漂亮，漂亮。泰国选手的哦，出拳速度明显比菲律宾选手马坎多尼要慢2拍。对，到位，是的，这就是到位。世锦赛第三，这就是一个技术的保障。啊，漂亮哦，漂亮。好的。经验的啊，比赛的这个能力非常强的啊，当然你要战胜他的话，你必须啊，要就是当你的前手在出手的时候，正好是他的背向的侧面啊，背向的侧面容易。那么红脚这个选手啊，多次挨到对方的后手的啊，这种清晰的点击啊，很远的距离就点击，但是可以啊，那么水平高低是一个，再一个战术的运用，以及在不同时间里边，不管整个局势上都是不一样的，是啊，所以你要利用这些不一样的取得占上风，那就是技术的啊，是的，这个含量，对，是吧？对，啊，漂亮，对，我们再看，再看后手拳，你看多快。哇哦，漂亮，漂亮，哦，好的，漂亮。漂亮，漂亮，好的，漂亮，对对对，快了，那肯定是转移你的注意力，当你不再注意的时候啊，突然迅速出拳啊，所以看起来以后啊，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能力完全驾驭了这次比赛的情况，这个打起来很轻松，是在那儿游戏般的，这就叫技术，它有技术。哇，我们再看，哎，真的是游刃有余，是，太轻松了。漂亮，漂亮。当然看双方这个怎么打，这个问题呢很难说，
他是不努力啊，还是因为什么？我们不这么谈，就是说根据双方的这个实力情况，应该不可能坚持到比赛最后打输。这个那这样的话，是吧？哎，所以我说呢。漂亮，好的。提醒双方要进入比赛。是。哦。漂亮，漂亮，哇，漂亮，哇！我们在没在吗？快点，哥！我被杨哥弄掉。好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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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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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泰国选手给人感觉像故意往手套上打。哦，漂亮。觉得最后一个回合呀，菲律宾的 Barriga 起码你要表现出要 TKO 对手的这样的一个愿望。漂亮，哦，不错不错，这个 Barriga 的爆发力真的非常不错，启动速度非常快，也很放松，绝对有点眉飞色的意思。但是最终胜利 Vicona。原子，原子，原子，咋写的？